以赛亚书第63章一节，这个对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衫，衣裳红袄，能力扩大，大步地行的是什么人啊？就是我，是照公义讲话，用大气力行拯救的。你的衣裳怎样有红色？你的衣服怎样亲像大酒窟的啊？我家己大酒窟，正百姓的中间，无一个人甲我伫地。我想去打因，大想去将因吞打。因的血沾伫我的衫，搁放垃圾我一切衣裳，因为报仇的日伫我的心内。救赎我的百姓的年已经到，五十，我看也无人帮助我，怣影无人扶持，所以我家己的手为我行拯救。我大想去将我扶持，我想去打正百姓，大想去予因吹吹，搁将因的血流伫地面。七十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予咱的，讲起伊的慈爱、甲好名声、甲伊嗯伊些的家所赐的大恩。这个恩是照伊的怜悯、甲丰盛的慈爱，赏赐予因的。伊讲，因真正是我的百姓，无惊虚假的惊疑，安尼伊就做因的救主。因在一切苦难中，伊也当受苦难，佮伊面前的使者拯救因，伊用慈爱佮怜悯救赎因。伫古早日子，常常抱因为因。十节，因竟然背逆，互主的圣灵担忧，伊就反转做因的对敌，亲自攻击因。那是因记得古早的日子，摩西甲伊的百姓讲，将百姓甲牧羊伊全群的人对海里带出来，伫倒位啊？将伊的圣灵降伫因中间的，伫倒位啊？予伊荣耀的手，伫摩西的正手并行动，伫因的面前将水分开，要建立家己永远的名。带因经过深海，亲像马行伫旷野，予因无跋倒的，伫倒位啊？耶和华的灵，予因得到安息，亲像精神落到山脚。安尼，你也带你的百姓，为着家己建立荣耀的名。十五节，求你对天顶阿勒看。对你圣洁荣耀的所在看，你的热心，甲你大权力的作为伫倒位啊？你疼痛的心肠，甲怜悯，对阮停止。阿伯拉罕虽然唔捌阮，以色列也唔承认阮，你却是阮的爸。耶和华，你是阮的爸，对万国以来，你的名称作阮。会救赎主。十七节，耶和华，你是安怎予阮行错离开你的路，予阮的心狂的无敬畏你啊？求你为着你的路伯做你的产业支派缘故活倒转来。你生的百姓不过暂时得到这个产业，阮的敌人已经吞打你的圣所。阮亲像你毋捌治理的人，佮亲像毋捌得到称你名的人。